大家好啊，今次最后一组数目字啦，九同埋零，接个九字啦，又系边对边接啦，接到一次，反转去。双层的接多一接，打开它，边对边接，接多一次，上面第一条接痕接下来，跟住将呢条左边的纸边接去右边的接线呢度，上面呢度接一个角仔下来，拍齐佢边对边啦。下面又是接一个角仔上去，又是纸边对着纸边，现在这条边接去这条接线那里，将它接入来，下低扫上来第二条接线这里，接上来，接一个三角仔，跟住在第一条接线这个位置接它去后面，又是收下两边的角，那就完成了个九字啦。接个零字啦，又是边对边接啦。接多一次，反落嚟边对边，再反上去，对住头先接呢条边。翻开佢，边对边接，跟住又再边对边接，两层嘅边对边。第一条接痕接入嚟，呢边又系第一条接痕，揾翻条中线先，呢条系中线，将呢个角仔接入嚟，中线下边一条，呢一边又系啦，接落去中线下边嗰条。
喺一边都系啦。四个角都系咁样接晒佢。咁样跟住系三角形呢部分，呢度有条接痕嘅，沿住呢条接痕接去后边，呢边又系一条接痕接去后边，零字完成咗啦。